居士大德，祝愿大家吉祥如意，永保安康，阿弥陀佛。上一堂课我们在解释这一个布施波罗蜜，并且以菩提心相应，大悲为上首，无所得为方便，来看待布施的智慧。那么从第三章的无称供法到第五章的大乘不供法，都在强调布施的重要。那么我想这一个社会的结构，人是透过互相帮助，所谓的一日之所需，百公思维备而完成的。那也唯有我们彼此之间相互的合作，社会才能够有所进步。那佛在这强调因果业报，不管善的或是恶的，它终究有报的。那么我们就从印顺导师的布施波罗蜜当中，再一次的来进入慈善福利的智慧法门。布施的意义是舍己为他，所以不但是破除悭贪，而且是消除我所执，达成无我所的大事。一般人不容易布施，问题在舍取为自己的，不知道舍取为己有的过失，也就不知道施与众生的利益。例如财物，世间为了积极与占有，造成人间的无边苦难，国际间的无穷纠纷，然而到底是无常过去的。拿人类来说吧，财物虽经自己的努力而成为自己所摄取的，但是与一切人有关，如没有社会的关系，怎样也不会得到现有的财富及物质的丰饶生活。如真的独居深山，即使无穷的三地是属于你的，也许对你没有什么用处，还是贫乏不堪。不但是外物，就是身体，赖父母的养育、师长的训导、朋友的扶助、公共的医疗卫生、国家的法律秩序，才能好好的生存。如专知自己，把身体看成唯一的自己，那不但徒增苦恼，也多增罪恶。就是丰富的学识、科学的发明、道德与宗教的进修，也都是受到人类的恩德。所以如持为自己的，为罪恶与苦痛的根源，而施于他人，则可为功德与安乐的因缘了。能这样的理解学习，私心就会增长广大起来。在我们今天延续的布施波罗蜜的话题，那么就先从观念的建立去思索，人为什么要布施？除了一再强调的这一个布施舍悭贪的现实对治法门之外，其实更有我们对于自己获得到的财物，你以为这些都是你努力赚来的，我们就可以任意的挥霍吗？或者你因为拥有这些物质条件，慢慢不断的壮大、掠夺、占有，人的贪欲速如万丈深渊的，
深不可测。从古至今，国家彼此之间的侵略、占有，造成百姓的颠沛流离、家破人亡，大部分都是因为利益的关系。所以当我们修了之后，就可以去想，为什么佛教强调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我们就是很好的收入习性的养成。我有个高中同学，虽然我们已经二十来年不见面，但是呢，他常常在我们赖的族群都会自发性的邀约一些资深的艺人或者爱唱歌的朋友到养老中心、医院去做一些慈善的公益活动，有时也会发放物资到龙山寺帮助这些街友。老实说，拥有这样的同学，我感到与有荣焉。他每次的 po 文、照片分享，我都会第一时间的表示支持、敬佩、赞叹。在我们的高中族群里面，他经常发表心声说，在他人生有了一点点生活的保障、收入的稳定，就开始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这十年来，他感到内心的饱满丰饶，尤其去以公益号召这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借着才艺表演自娱娱人。虽然并不轻松，但是他觉得有意义、有价值，并且劝导我们的同学能多留一点时间，或者把自己的部分盈余对这些社会做公益的活动。虽然他并没有学佛，但他就是人间的菩萨。我们的社会之所以进步，不完全只是科技、医疗，而是人文的关怀。这是台湾引以为傲、爱心的输出。我们帮助了国人，帮助了国际之间那一些颠沛流离、人天永隔的家属。在我们刚刚的进度里面提到，以无所得为方便，我们要感恩戴德，
于是是主上的庇佑，还有现世父母的生育之恩、养育之情、师长的教导。所以佛教提倡的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透过布施来展现、来回馈、来报恩。人性的真善美，借着这样的法门显露无遗。所以基督教也说，布施的人有福。因为我们有能力、有条件、有福分来帮助别人，我们做一个手心向下的菩萨。有一个寓言故事做了一个显明的对比，他说两兄弟来到阎罗王报道，阎罗王观察两兄弟还有一些福分，就为了测试这两者之间的心性，所以就问了他们两人来世谁愿意接受别人的帮助，可以不劳而获，另外一个就是要去帮助别人，欢喜做甘愿受。哥哥不假思索的抢先按答，他说我愿意去做那个不劳而获、每天接受别人帮助的人。弟弟也告诉阎罗王，那我就选择我可以去帮助别人的。阎王听了他们两个的回答，就跟哥哥说，既然你选择不劳而获、接受别人的帮助，那就去当乞丐吧，常常跟人家伸手要钱，不用工作。而经常愿意帮助的人，因为你要有钱财，你有实力，你欢喜去做，所以你必须富有。所以弟弟就去投胎转世做富有人的子女。那我们从这个故事的背后就启发了我们，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没有图谋背后的得，但是因果循环丝毫不爽。我们在帮助了别人，也在完善自己。上一次我们提到的日本大地震，台湾的爱心不落人后，若干年这些日本人他们回馈给台湾同胞，或者优惠，或者亲自来台湾答谢的不在少数。台湾曾经接受日本50年的统治，仍然能够不计前嫌，
或许这种以德报怨、人欺己欺、人逆己逆的做法，让日本人深受感动。因此，台湾在国际间被称为福尔摩沙、蓬莱仙岛。是因为大部分人的人性善良、慈朴、有爱心，在台湾是一个弹丸之地，凝聚的好的能量。所以刚刚我们借着应顺导师举证，让我们重新去建构我们这一生的成就。我们的努力固然是重要根本的，但是不要忘记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应顺导师如何在深化有关于布施波罗蜜。因此本上说，以自己的身心玄体，或以自己的身体去为人服务，或将自己身体的部分甚至生命为国家、为人类的利益而牺牲。二、诸受用，就是可为自己受用的一切资财，能在悲田净田中如法的施予。三、善法，自己在过去世、现在世及未来世三世所有的一切善法，或是世间善法，或是出世间善法，或是出世间上上的大乘善法，这一切不占为己有，而愿意施予众生，这是法师与功德的回向众生。这三类一般都是看作自己的，以为属于自己才有意义。但菩萨能为了利益诸众生，毫无顾忌的修行布施，舍己众生。拿修行的功德来说，菩萨是愿意修集一切功德，回施一切众生，使众生因而成佛。等一切众生成佛，再修集功德而利益自己，自己成佛，能这样为他忘己而布施，才是菩萨的布施。那么，在这个阶段里面，应顺导师谈到了我们的布施可以分为外施与内施，也是身外之物，动产不动产、金钱、所有的证券等等有价的物质。内施是我们的头目脑髓，包括我们的吃啊，这个所有的六根你都愿意去布施。那么在华严经里面啊，有一篇专门在提到过去生这些菩萨为了成就众生，布施了自己的最珍贵的东西，头目脑髓无一不是。那我们来看华严经里面这些菩萨的登场象征什么？除了舍己救人之外，是他认为众生与自己太有关系了，临待众生苦，发心立愿自己有了能力成佛了，
一定要帮助众生。那么在地藏菩萨本愿功德经里面提到，两个国王奉行五戒十善，一个发愿早日成佛广度众生，一位发愿众生度尽的方成就佛道，后者当然就是地藏菩萨，而前者大家会觉得好像比较属于次度的，但事实不然，早日成佛你更有能力担当来教化群蒙，饶益有情。所以为什么这本教材名为成佛之道？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佛心佛性，终会迈向成佛的康庄大道。其次是你的自利利他觉行圆满，成就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么我们更有悲智双运，福慧双修，那么你在教化众生各方面具备的是德、恩德、断德。所以成佛这件事情很重要，当然不是说你想成佛就能成佛，你必须法随法行，依照的世间出世间佛法，参解到哪里我们就要去体证，就要去躬身实践。所以从刚刚在应孙导师的这一个介绍里面，第一个谈自己的身心的布施对一个菩萨道来讲，它是很有正面的意义的。第二个就是诸受用，就是为自己受用的一部分资财，能在悲田敬田如法的施予。也就是说，不管我们在这些值得同情悲悯值得照顾的光寡孤独废弃者当中长养悲心，或者对我们的父母师长三宝种种的供养，那你都应该把自己受用的这一些资财做好的规划，因为万般带不去呀，唯有业随身。这些福德的转换都是未来成佛的资粮位。第三是善法，就是过去自己在过去现在未来世三世一切的善法，或是世间的善法，或是出世间善法，或是出世间上上的大乘善法，这一切不占为己有而愿意施与众生，这是法施与功德的回向。那么这一类就更迈向高的阶级了。我们来看普贤十大愿当中，从一则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三者广修供养，四者忏悔业障，一直到九者恒顺众生，十者普皆回向。为什么要恒顺众生，要普皆回向？这个就是从无所得而至究竟。
普贤十大愿，从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对于上上的福田，我们懂得持福培德，但是最后要落实在恒顺众生，恒顺因缘，并且把所有的这些善法都能够普切回向。比方说我们在法会里面礼忏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回向什么？回向他们速往无量光佛刹，光佛刹就是佛国净土的意思。不愿成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意思是说从六道轮回的角度，希望他们能够在佛法的引导当中，能够走向真正的成佛康庄大道。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从过去现在未来这三世的诸佛菩萨，都是从摩诃般若波罗蜜而成就的。那现在我们就是用这一个布施当中做一个思维带动。那么在这前面三项里面从身心受用跟一切的善法这三个项目里面一般都是把它当作自己的才有意义。但是菩萨呢，不认为这些都该自己拥有，而是毫无顾忌的修行布施。因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民间的信仰里面除了求菩萨的加持、神明的庇佑，捐的一根柱子，希望自己榜上有名，做了一场法会，要期待诸法供读文殊，乃至自己的名字本该排前面的被念到后面来，开始挂碍，开始生气比较，烦恼丛生。为什么？因为大部分的众生都是有相求，因此这个普皆回向就是让我们能够慢慢的抽离我们的执念、我们的分别心，做了便放下，放下便自在。你想一想，你当了义工是因为义工的这份使命感觉得有意义、自我充实，还是当义工是一种爱表现、想成名？我们参加法会是以一个谦卑的心，感谢三宝让我有机会熏修忏悔法门，
在佛光加倍法水洗涤当中，能够洗涤业障，增长善根，还是在法会当中的竞争比较，我要排前面不排后面，我要做大功德主，我不要落人于后。由于这一些长养的我慢心，徒增的烦恼，所以我们讲过了，布施原本是个好事，但是假如你布施当中没有智慧，就达不到波罗蜜到彼岸的究竟意。所以真正的菩萨啊，我们刚刚介绍的欢喜地，他布施的时候很欢喜，被赞扬很欢喜，被毁谤也很自在，因为别人用这个方式来消我们过去的业障。金刚经不是写吗？如果我们读诵大乘经典被人家诋毁，那是别人在帮我们消业障。今天你做了如法如仪的布施，别人曲解你嘲笑你冷嘲热讽，不必生气，不必解释，我们能够平静自在。所谓的亲者自亲，浊者自浊，当你荡向浅池，当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你做的善事心无挂碍，得失心无挂碍，能前能后心无挂碍，因为无挂碍的缘故，我们就不会恐怖患得患失。以无所得，远离颠倒梦想，就是由于前面的没有挂碍，我们不会在意人我是非，在意排序的人前人后，远离了世间的这些八风，究竟涅槃。涅槃就是烦恼的止息。当然我们在前面有介绍有余于涅槃跟无余于涅槃，哪怕我们现世还得不到究竟涅槃，但是最起码你不负烦恼，你做任何有意义的事情，顺境也罢逆境也罢，你不会耿耿于怀。做好的怕没被人发现褒扬肯定，做不好的怕被人家指责，怕被人排挤。我们只是在对的地方做对的事情。所以心经告诉我们的心无挂碍很重要，其次是菩萨布施之后普皆回向，
三轮体空，没有布施的我，没有被有帮助的众生，没有成就布施的这些条件因缘，这叫三轮体空。倘若我们在做有意义的时刻，掌握的是三者的要领，该提起提起，该放下放下，所谓的放下挂碍，何等自在。那么这个是印顺导师用这个布施波罗蜜呢做一个举证。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士为己师，中士解脱师，利他一切师，四者名大士。同样的施舍，由于施舍的动机观念不同，功德也就不一样。发真上身心而求人听功德的名下士，下士的布施看来是道德的，其实是出于功利心，为自己的人天福乐而布施。布施的功德是有的，但极其有限。发出离心的名中士，中士是厌离生死苦，为求解脱而施的，着重于解脱，不受财物等所累，而不重视利人的积极意义。所以声闻法中有人宁可将财宝投入大海，却不想用它来利济贫穷。发菩提心的名大士就是菩萨，菩萨的布施亦是为了利他而施，这不是说否定自己的布施功德，而是不从自己的功德着想，成为娱乐拔苦的利他而布施。二一切施，菩萨是内而身心，外而财物，一切功德善法什么都是施舍了的。一切施是菩萨的尽施，在发菩提心时，即将自己所有的一切无条件的施与众生，虽然还在保有使用一切，但菩萨不再做自己私有想，觉得这是一切众生的，自己如雇员或公仆一样，代为管理经营，如物主需要时，有人来祈求时，就无条件的奉上。自己的享受正像雇员的取得合法的生活费一样，能这样的布施才名为大士。大士的利他一切施，才是最可称叹的。好，那么印顺导师在这里帮我们回顾整理有关于下士道、中士道跟上士道在布施的不同时空根器条件因缘当中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五乘共法谈布施，是基于如法如语，用自己的方式得到投资的报酬率，希望来世比现世更好，所以广行布施。然而并没有波罗蜜，也就是一切的布施都是为了将来自己能够如法的取得。好比我们的定存，你今天到邮局或者到银行办理定存手续，只是这个定存你把时间拉长了，那你为什么定存？就希望能够好上加好。
那么人天的布施也是如此，虽然他在布施，但是福报功德相当有限，因为从佛法的究竟义来看，财富为五家共有，这些是万般带不去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所以从中士道解脱的出离心来看，这些钱财在中士道的眼中不屑一顾，宁愿把它丢到大海里面。但是菩萨不这么认为，也许我们不需要，但是对某些的族群很重要。那么为什么不能把这个自己的不需要来成就众生，帮助众生呢？这个环保回收啊，再创价值。因此在菩萨的这个布施波罗蜜当中，印顺导师罗列了几个要素。第一个就是利他而施，就是你布施的时候不是否定的布施的功德，而是不从自己的功德着想，专为娱乐八苦的利他而布施。就是你没有想到我帮助别人，将来别人怎么样的回报我，不沽名钓誉，你只是在对的地方做对的事情，你不需要在法会要抵税圣名，要感谢状，因为我们在这个当中来看，有些人固然不是为了沽名钓誉，但是他认为在法会或其他的慈善事业当中可以作为一个节税避税的功能，还是在于自己的需求而出发的。第二是一切施，也是从菩萨照见五蕴皆空，五蕴就是自己的内施，眼耳鼻舌身意，没有一样不能不布施的。外而财富，包括自己的子女家眷，没有一样不能布施的，就是等待有缘人，等待自己的雪中送炭。在这个当中，印顺导师举了一个很好的比喻，就说拥有这一些的财富，自己就像雇员或者公仆一样，等到有缘人需要帮助的众生去帮助，去解厄。把苦给乐的定义便是慈悲，所以自己只是像这个雇员一样，取自己的定用，不计不求，
那么布施从菩萨的道小的角度来看，就是刚刚所讲的三轮体空，没有布施的我相，被布施的众生相，没有布施的条件因缘时空相。所以菩萨布施心安理得，心无挂碍，没有任何中饱私囊、假公济私，那么这个才是真正的帮助别人之后欢喜做、甘愿受。那么上了这一课之后，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来衡量看一看世间的布施跟佛教所讲的布施波罗蜜，它的分水岭在哪里，有什么不同呢？既然名为波罗蜜，就是帮助别人从焦虑痛苦的此岸到达纾困解脱的彼岸，而菩萨就像这个摆渡的，来为众生来，去为众生去，苦海常作渡人舟，因为他能够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的苦厄。一切的苦厄包括了众生的苦厄，也包括了自己的无明的苦厄，这是所谓的三毒贪嗔痴啊。那么很感谢印顺导师在这个布施的举例当中，让我们豁然开来，或者拉高了布施的格局，让我们日后再做一些有意义的实际社会帮助别人的时候，也能够有三轮体空的智慧。祝愿大家都能够随心满愿，不会增长。祝福大家，阿弥陀佛。